早饭，走。哇，小红豆。这跳完绳吃奶酪不一样胖吗？奶酪啊，给我能量，你就是胖。哟，营养不在了，再拿一个嘛。再拿一个好的。这好的。一会儿干啥？等家居啊，家居还没来呢，我不要再坐在这个地方了。都挺好的。哎，那地方太不舒服了，坐着这高度也不对，站着我腿累。哦。我弄吧，你上去吧，洗澡。哇，这么大！这是一边，这是一边，那是干嘛的？哦，哪个是顶啊？没法固定啊，这也不对呀。哎，这东西咋搞啊？